现在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李吉他的五月天20周年的限量版 Mayday 20th Signature Model。这款琴呢是为了纪念五月天20周年，从1997年到2017年的建团的历史。一支青春的乐队能够拥有20年的岁月，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这款琴的筒型呢是由李吉他定义的 M 筒型，它的 top 面板呢采用的是 Sitka spruce， 而且这种西提卡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层纹，有竖纹和层纹的交织，就像我们的篱笆一样。所以说这款琴的面板呢是一个相当高规格的面板。在它的边缘同时有枫木 figured maple 火焰枫木的包边，它的这个 armrest bevel 也就是我们的靠臂呢，同样也是采用的火焰的枫木，因此在演奏的时候靠制呢会相当的顺畅和舒适。它的 turnwood 它的背侧板呢采用的是 East India Rosewood 东印度的玫瑰木，琴颈它的 neck 是采用的桃花心木，配以玫瑰木的五拼，让我们的琴颈的工艺呢更加的稳定。弦钮方面采用了哑光金色的钩头，同时在弦钮上有 Mayday 6个字的英文字母的镂刻。琴头呢采用的是乌木 Ebony 的贴面，配以枣木的 李吉他 的穿透式的 logo。它的指板 fingerboard 和它的琴码 bridge 都是采用的乌木 Ebony。同时在我们的纸板上3、5、7、9和12频呢有五月天乐坛母贝的镶嵌，这种深海的母贝呢会随着角度的不同和光线的不同而展现不同的光泽。同时在我们的音孔 Rosette 采用的是可可菠萝的音孔的花环的镶嵌，旁边是采用的 Carlos CPEA VIP 的拾音器，它的上弦枕和下弦枕呢都是采用的骨质，上弦枕的宽度呢大约在42.8毫米左右，因此呢在我们的握持的手感上呢会觉得相当的舒适。那么这款琴呢它的重量呢中等，配以雾面哑光的工艺，显得相当的质朴，就好比聆听五月天乐团的歌声一样，是否让你找到了青春的岁月。好了，最后让我们来听一下这支李吉他的五月天20周年的限量版吧。